美食天地，你我他，再见我美食天地。今日一定要记来讲，哇，较紧的嘿，电视机甲转落去吼，较紧的今日有迄个美食天地，阿龙山就要去做啥物好食的料理啦。我刚看到今日到店，我就感觉讲，这人怪怪，怪怪啊！嘿，我感觉怪怪，我他要煮甜啊，煮咸的，咸的啊，咸的。我捌听过豆奶、牛奶，真正毋捌看过人用豆花。豆花哦，这个吼用豆花。你是要做啥啦？咱今晚要做一个吼，属于我伫迄个较高级的饭店食得到的。嗯，豆花牛肉。真的我没有听过呢，人家你敢捌听过？豆花牛肉你敢捌听过？嗯，捌对吧？错。真正是安尼吗？真正。安尼表示我毋捌去过五星级的餐厅咯，真正。爽口。嗯。华人。真的哦。对。很怀疑。喔、到底要怎么做、喔、那材料、啊、准备材料嘞，那材料来好来捣灰，捣灰吃得大，一碗两加半，再来上好的牛啊，上等牛，它用温体牛，温体的哦，现切的温体，蚵仔丝，蚵仔丝赞，你用的我最爱吃，蚵仔丝，对，你现在在煎蚵仔丝，对，要在顶头 ，Oh my God， 赞。鸡卵一粒，鸡卵吼，好好好，啊，即摆你变安怎甲伊综合在一起变成豆花牛肉？来，咱今吼先甲这蚵仔丝，蚵仔吼，蚵仔丝吼，来下来 ，OK， 咱落一点仔粉，落啥物粉啊？酥炸粉啊，酥炸粉，有变的拢调好啊，有，那个干妈店的拢有啊，哦，酥炸粉，啊，免淋水啊，免啊，安尼哦，对啊，另外你讲我一冬淋酥炸粉是一定要湿粉才。不免啊，不免哦，对啊，你也真厉害，安尼，阿妈你牛肉要上粉吗？那来改上姜，上姜，嘿，牛肉改上姜，不是上粉，是要上姜。嗯，我们给它上姜哈，上姜。哦，哦，蛋原来是加到那个牛肉来底啦。因为牛肉温体吼，你肉切好吼，你就免做啥物的动作，唔免啥物伤调味啦，免用你豆油啦，有诶无诶啦吼。咱就免搁做啥物的。很简单的一点点的羊皮啊。对啊，啊，太白粉少许。太白粉少许。然后，当然有得较侪就好。你油黑油较侪话吼，等一下咱咧互伊和油的时候吼，它比较不会结团。安尼啊。原来如此哦，对，较袂结团啊。莫怪哦，我那用的牛肉拢顶翘翘，啊，就是都无淋油啦，无淋卵啦，吼。原来。好 ，OK。那能使。好，然后呢？那即马，油温，来，好，好，这样应该可以了吧？气急急急看嘛，哦，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赞赞赞！呜呼！锵锵滚滚锵锵，哦！甲这个是这个咧钱的瓦斯加无吼，这爱专业的啊。为什么？专业的啦，好你啦。老师很。这专业的。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了。啊，钱瓦斯吼，你以为的多有够？哦，是。你以为的多无够吼？煮袂吃吓，嘿，伊袂较袂酥脆，对啊，因为你用物件济，啊，你油温吼，一个人下落伊会降温了。所以讲，煮料理油温嘛是一个足关键点，要煮会好吃，真正。你看，老师今日来咧点伊个功夫啦，老师你莫遐臭屁，好不然我已经知你足搞的啦，你莫管你啊啦。好啦，啊，这一般师傅大概伊咧动吼，双刀哦。专业的，只有专业的，我也行啊！我切给你看。我，还十个九个嘛会啊？对不？安尼敢是？阿哥未看出你的专业啊？无，我咧当安尼啊。阿伯来，老师跟我一起办。好。哎呀，那懂哈，还是属于专业的。哎、欸，好厉害哦！这样的话，老板会看到说，嗯，啊，这个蛮行的哈、哦。行，行，车马费多五十。他给我上票。对，咱得稀喝啊哈。
赞。咱先甲洗。我爱食蚵仔，我爱食蚵仔。伊用伊余温吼。余温。吼，咱甲这咱的用的牛肉。嗯。吼啊，你不要，你唔通啊一边一边下一捆吼。拢下。哎呀，啊两个。伊家的迄个温度一样。咱两个今物只刷刷锅安尼吼。安尼吼。同心协力。你看安尼刷刷锅，咱今物使个锅海。OK。来，你锅一对。来，你用这海去沥油。海虎。来，好，继续。咱起码橄榄油吼，嘿，橄榄油加了一中匙就好。好，蚝油，蚝油，哦，适量就可以。刚才开会 ，OK。好，我们加了蒜。蒜，您都安尼看，您有注意看吗？蚝油跟蒜。油，蚝油加蒜头。有。嗯，两个用两支刀啊切出来蒜头，那会较特别较香的。这种的吼，用刀切的吼，加较香。哎，好，好香哦。加较有味啊。好香哦！哎，你若像安尼有无？咱若讲咧炖物件、炖鸡肉有无？你会当先安尼落去炒过？哦，那真香啊！好。Oh my god！ 好，我们开始调味。调味。淡薄仔的迄个，咱的迄个。鸡粉。鸡粉，啊，够盐巴一点点。然后糖。糖。好，一小茶匙就好。这是综合香料。综合香料叫什么名呀？是西式的吼，伊有这综合香料拢调好啊。不是安尼，要叫人去安怎去买？嗯，大概到一般的调理行就有了。好，啊，你来帮我买综合香料。对 ，OK。你叫我试一下。嗯。嘟嘟啊好，未伤紧，未伤咸。然后现在就当东西的娘娘，就把咱的牛肉给下落去。对。啊，这是要摊边吼。勾一点芡。勾一点芡。勾芡。哦，伊无啥解骨嘛，无要紧。对。较浓稠的吼，伊会较爽口。爽口。这样好了吗？好。OK， 熄火。啊，咱即摆来倒落。较细一倒的，安尼好。好啊，好。OK。安尼代表阿袂散了。安尼袂使吼。嗯。哦。我蚵仔哪好食？即马重点这个红油，好下去。啊，即马搁开火。搁开火。对。啊了，遐滚了，咱这个下姜。嗯哦。出你食，你会感觉讲，哇，这个豆花牛肉怎么那么好吃？啊，咱再分两半，你看啊。半半。这半给恁食，这半我食。啊，这你顶头食胖胖，啊，食到尾伊拢化伫下底无吼？变乌胖。哦，那一种香气真的让人无话谈。啊娘喂，老师讲咖呢，我都想咧。好吃啊！哦，你看咧。啊，你会使啊，你铺啊。我也对。好啊。哦，啊，恁即摆会当个关怀，嘿，啊，这即摆也去啊呢。Oh my god！ 呵，那这样才的成功啊。今日咱去做好做。鱼酥豆花。牛肉鱼酥豆花牛肉对、啊、真的好棒哦、欸、我真的没吃过没吃过过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各位带来什么新奇的菜色就要麻烦阿良实在太用心了、欸、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咯拜拜、欸